怎么会在进步？子琪是一个骄傲的千金，对我来说有一点困难的。你知道我之前都是饰演一些公主啊、芭比啊、仙杜瑞拉的。听说你在这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大捏捏的角色。啊，大捏捏？你没有很大吧？对呀、啊。就是原本他们跟我说来这边是饰演女主角的角色，结果我来就变成这样子哎，我比颜子琪还差吗？